欢迎收睇点仔周记，我系点仔生亮。香港早前第五波新冠疫情形势严峻，各界紧跟中央防疫要求，广泛深入社区开展防疫物资派发等义工活动。唔少义工每日穿梭各大屋邨腋下，有部分参与嘅义工都系咁样染疫噶。当中观塘义工组长蔡达豪 Dennis 喺早前派发物资嗰阵都感染咗新冠。佢谂翻起喺屋企隔离嗰阵，义工朋友对佢同佢屋企人嘅关怀，表示十分感动。今年嘅二月份，2月份嘅时候就知道有一批中央援港嘅莲花清瘟嚟香港，咁要派。咁嗰阵时就系第啱啱碰住就系第五波疫情，咁我就直头就同连线嗰边去填表格啊，跟住就即刻去咗九龙湾嘅基地嗰边去到帮手搞，咁所以我就一路带住观塘组啊，咁去完成咗派发莲花清瘟啦，俾一啲老人家同埋啲三无家庭。其中一个令到我最难忘嘅咧，就系有一个年青人，佢话我同大家好似有啲格格不入，好唔舒服啊讲嘢，佢有少少政治立场啊自己啊，咁我话啊，我哋做义工其实只是为了服务市民而已，做一件好事而已。咁佢听我讲，咁跟住就摆低咗呢个成见，咁然后就好投入我哋义工工作，亦都做得好好。咁另外仲有一件事啦，我都好难忘嘅，就係嗰陣时我哋派一啲福袋上去啲老人家屋企。咁我就叫啲義工，我話我哋寫張心意卡擺喺個福袋裏面，就一齊俾啲老人家。因為呢個唔係一個福袋咁簡單，呢個係我哋對社區嘅關心。咁啲義工之後會影返一個相返嚟，即係佢完成咗呢個工作。咁佢影咗幅相俾我睇，一個老人家個福袋仲掛喺個鐵閘嗰度未攞嘅，但個老人家攬住嗰個心意卡喺度微笑。其实好多时候大家逆地而处去想一下，啲老人家佢哋疫情期间面对四缝墙，又唔出得街，咁佢哋佢好闷，佢好想人去探望佢哋。佢哋唔系可能唔系要嗰包米，唔系要嗰个罐头，佢系想有人去爱佢哋。咁所以我当时我收到呢幅相嘅时候，我真系两行眼泪流咗出嚟，即系原本。未爆第五波之前，其實我哋都好乖嘅，一直都冇盡量唔出街噶啦。幫我投入咗義工工作，咁義工隊都成200-300人，我接觸咗幾千人嘅，短短一日內、兩日內，乜嘢做足噶啦。但係最後尾都中咗招，喺3月嘅時候，咁最後尾仔仔都中咗招，工人都中咗招。慶幸嘅係我哋有打疫苗，全部都打曬疫苗，咁所以我哋好得好快。我短短两日，我收到3-4千条关心我的信息。为什么有这些信息？就是我的义工，附近的义工自己拿些东西上来。我的邻居又帮我买餸。当然政府的物资又有啦。变成我其实足不出户，已经所有东西搞定了。在这个时间大家都困难的。不过每个人我们做好自己，这个疫情一定会过，香港一定会更好。